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木。这边的话，来看一下咒术师的演绎之心时装。时装的海报效果看上去的话，像是一件十分精美的礼服，感觉蛮潮流的。另外值得注意就是它那个后背是一个拉链式的露背设计，身上的话有一些像是珍珠镶嵌的一个装饰品。比较奇怪的就是它那个脸型，不知道是不是个人的错觉，从侧脸上看的话，有点像此前刘芸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星星脸，希望后续脸部能够进行一个优化吧。然后关于时装的原型，这边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，如果有知道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的简介打到那个评论区，到时候会置顶。手持物的话像是一个钢制的猴头，有点像是狗头哎，还是猫头呀？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期待到时候的一个建模效果。然后来看一下海外网友们的一些评论。之后的话就是这款时装将在1月20号正式上架商城，然后约瑟夫那款的话是在1月13号的时候，也就是下周四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拜拜。